宾时间，巴黎市立现代艺术博物馆。Musée d'art moderne de Paris 是巴黎规模最大的市立博物馆。这个建筑的前身是为举办1937年巴黎世博会而新建的展馆。博物馆于1961年正式开幕。博物馆馆藏丰富，拥有超过11000件作品，展示着20世纪的艺术潮流，包括野兽派、立体派、巴黎画派、抽象派、新现实主义、观念艺术等。举办短期展览是这个博物馆的强项，主题围绕20至21世纪欧洲重要的艺术运动及艺术家，专题展或艺术家个人展的内容紧贴本地及国际艺术的动向。现在正在举行的展览呢，是6月1号刚刚开幕的赵无极大型作品展，叫做《无言的空间》。这次展览以艺术家在上世纪50年代至2006年创作的大型绘画作品为主，其中部分作品从未展出过，这也正是这次展览的心意。下一集我们专门来关注一下，回临时间，法国巴黎。